没想好。没有没有，有问题怎么出战啊？就对抗，你举手，你举，你没有没有，就这样举手，举手哦，直接去就好。你说我请战，我说我来，我要来，然后你就跟着。我申请出战，我跟他打。想挑战我跟万木青打行吗？我觉得很好玩。然后就两个人，那个杨家人，他就最后的一个最后三选择，这个安全区，然后我们来观察他们。好。那今天有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就穿戴了。好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东西哈、啊。嗯。这个是手套，这个共生C甲，然后大家就正常戴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戴左手。对，这个是戴左手，然后这个戴右手，这是两副，因为两个、你们是两个人来参加比赛嘛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护臂。哪个手？这个是不受力的，它只是把着弓。OK。然后这个弓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握的时候是这样握，它这有个把手，看到了吧？嗯嗯。剑这样插在这里面。哦。然后看到这有两个揪揪，可以，它是能卡到卡在这卡这个剑的。嗯。然后锁它去。对，然后把这个两个揪揪把它卡在中间。嗨，嗨。拉满。拉满。哇、哦！我是得到了2.5分。这个箭头是很危险，大家远离远离。那瞄准的时候看哪呢？瞄准的时候，这个箭头去瞄准这个黄心。啊，大家试一试。来。行，梁旭挑战我。来吧，来做一下准备。Cool， 动作很帅，如何？树枝，如何？树枝，树枝，哇，帅，拖把，酷毙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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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那个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特效？我想穿上那个圣斗士星矢射手座的圣衣。你先射中了再讲。你这样没射中有点丢脸。来个 BGM， 来 ，Let's go。哦哦，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地方。不是，他出手那刻我就慌。不是，有没有可能最后是六个人里边唯一射中箭的那个人赢了？哇，姿势还是那么帅，哇，真那么帅，哇哇哇呀！可以，这是五四三三分，让我挑一根最好的箭，打最准的靶。拖把，我觉得弓有问题，我的世界有点灰暗了。哇，你好一个故意法，跳着 popping 射箭，射箭，哇，一分，两，报一下，两分，两环，射一个五环就可以了。圣斗士燃，燃烧我的小宇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哥，我手抖，我手抖。咱退远点，退远，咱别不上场就负伤。力还挺大，但是你别说，这个结果你弄那么半天，你这个回弹好响啊！对。哇哦，这是哪个蓝还是红啊？红。蓝，算蓝吧。再放，再放，红。要不先拔下来吧，要不然不知道是哪个。不用拔，都是他的。红。不，我的意思是顺序。哦哦，对对对。红。哎，怎么拿来着？六。哇哇，三分，四分，三分，你打过四分吗？梁旭，你打过四分吗？二，没五二。哎，不，三二。Yes， 机会来了。让我选一个，这样吧，你帮我选一个。我的妈呀，你这射不中还怪我了。来。哇，五啊！看到了什么？五环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完了，思雨，我跟你说，我瞄得准。我前三个箭就是不，就是故意的，你是不知道他说的太惨。五环是几分？五分。五，你我说五环，五环是几分？怎么跟你讲五环是几分呢？他这玩意儿插靶子里了，这箭这么狠。谁的呀？你的，插这靶上了。
稍等啊，这头卡这板里了，咋办呢？我看一下，他有个头卡板里了。没事，不影响。万一我当时打到这就不就是？你能打到这儿？我把头给你。出来了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好，好，他拿走了，你们找不到。不。来吧，先我先吧。不过很简单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先先摸个吧，先水你一下，然后他要给你信心。对，我如果没有水的话，就说明你那个什么骗人。好，我是很累。射。哇、哦！泥土，泥土，不是这样的，等一下，泥土，好帅的一身。不是泥土，能不能给十分、啊？我说我先水泥土扣两分可以吗？我先水你一下，太怕了，吃多了。我先水你一下，我都说了，哎呦，搞帅的，看你几环，看你几环，你几环？泥土，泥土加一，他是这是哎，别紧张、啊，起码我跟诗雨都是宝，你们都是泥土，哎，我们把那环拿下来吧。拖把也是掉下去。树叶往下压一滴。呀呀，树叶，树叶加三。等一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们摄像机有点危险，因为他们是贴着头皮过去的。他是不是要打猎呀、啊？你怎么射、啊、这个？去打猎。看看电梯。怎样？怎样？哦呦！拖把上了哎。至少我上去了。拖把、哦哦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、哎、但我大概知道了，我网太下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红色，我来来来来，三环三环三环，不是你这突然间一下子我有点压力大、啊、哎哇、哦、三环三到四，平平平吗？平了，都是三环，完了，哦完了，变脸好快呀、啊！一下变脸好快，我知道了，完了完了，我知道了，完了。但我大概知道了，完了。佳佳，佳佳加油！有了 ，sorry。哎，空把，空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拿了一分了。这都最后一件了。如果你拿到五分的话，你就会有八分。现在几分了？加油，珍惜！三比三平，十分，我们现在有十分了。哎，完了！我看你姿势，感觉你要记。我压力很大呀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反超六分，六分。斩鱼马下，没事。耶、yeah, ，好歪啊！他在那就一发五环，我的入魂，一发入魂，现在是落日了，有加成。拖把歪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的血，哎呦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呀呀呀！这是紧张了，是吧？首先没有帅了，现在仅仅有实力，不帅了。你除非这件射了个五环，狮子。拖把，拖把，描边，描边。拖把 ，GoPro 真危险。对，我跟你说，GoPro 很危险。GoPro 真危险。我都担心我们的箭术伤到它。哎呦，拖把，两分啊！上面那个箭、啊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再上三分是平了。咱们再上两。哇、哦哎，两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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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他射中一个，我们就输。咱们总排名又要下降了。拖把，挠挠头。我上是吧？嗯。啊，蜻蜓点水。拖把，拖把，干嘛？第一个树叶出现了，佳丽，我都说叫你起步的时候打你又不听，哎呀，口水都出来了，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，所有人，安静，安静，危险了，啊，我最不适合压力了 ，K 哥，你按你的来，你按你的来射，你按你的来射。
叫你吃泡面，叫你吃泡面，叫你吃泡面，叫你吃披萨，叫你吃鸡爪，叫你吃鸡爪，四个啊，四也可以了。这个游戏说明了吃了再多饭也没有用。哇，四也可以了，我头疼。来他们刚说有可能是奖励，我想看一下怎么奖励他们。承认一下，先说两句，先说两句，我听一下。没事，是对我们的敬佩。反正发完我都这么私密。对啊，你发我会截图啊。发我发一分钟就弄私密，怎么了？你没说啊？你没说。要不置顶一周好不好？置顶太夸张了。不夸张。置顶为什么夸张啊？这才像惩罚。置顶才是惩罚。不能置顶吗？我 MV 都没置顶，怎么你 MV 都不置顶？那你什么置顶？你置顶了吗？你别管啊！不行，现在又不是我输了，投票吧，这个可以投。我投置顶一周。不置顶，置顶，你们当然投了呀。只能绑手吗？不能绑脖子上。姐还当真了。哎，你们四个人在说什么？这是两人个人战。Yes。Yes。好的。好嘞。你的策略是什么？没有策略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联盟吧。说什么？这是个人战。为什么要联盟他？他是坏鬼。我们联盟吧，先把他们撕了呗，因为他们现在分比你们高。你们现在一下把我们弄下去，你们俩还是比你们。你觉得你把我你们四个把我们联合弄死之后，你们两个能打过他们俩吗？我们的目标，我现在今天只盯着店家。保二争一，我们保二啊，大家要争一哦。我都不用当第一名，我保住第二名。怎么说？弄他们！别这样！你们别这样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不对，是，继续后置他，继续后置他，先把他俩分开。啊，你们搞我啊！抓到了，没事，不用管他。攻击就是最大的防守。马上，嘉宾啊，加油，嘉宾啊，谢谢，搞住了。哎，我抓住了，哎，这边走。勒手了，三号，别，小心，绊倒他，绊倒他，什么玩意儿开了？来，你怎么把我这个队友断了？救命！我博士头。对呀，你们断，不要，他们输了，他们先输。不要干啥呢？断了呀，没断啊。我这还在这儿，你这放哪儿？你不能搞我啊！这么激烈啊！我肚子啊！等一下，我疯了！等一下，我肚子。你说了。等一下，我肚子。你说了。不是，现在这太夸张了。不是。这个先断了。他早就断了。他先断，我先撕的。不知道。哎，那我们赢了呀！别说话呀！我们没断呀！我们赢了呀！他们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你们不要受伤就行了。这一轮，大家准备了，奖励是2张，交换券。2张？我天啊！
来了。你们肯定啥都不换啊。好，老师。第一步就是先穿那个护具。好的，各位伙伴，然后把你们的左手伸出来。哎。对，左手伸出来，放在左边车把上边。好嘞。然后前边那个牛角。好嘞，左手的刹车，好，这是前刹，然后你的右腿的右脚，这是后刹啊。好，我们遇到上坡的时候要加速，遇到下坡的时候要干嘛？减速。对，减速啊，一定要减速。我们的前刹和后刹要配合好。接下来我们呢，左手边啊，左手边有一个档位，往右边拨 F 就是前进档。你的右手的大拇手指，扣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油门，你要轻轻的、缓慢的往前送油门，不要使劲推。看到 R 档，如果啊，如果你想倒车的话，给它拨到 R 档 ，R 档，然后需要你捏一下刹车。对，听到滴滴滴的声音，这个时候往前推油门，车就可以到了。对，好嘞。你想知道哪个？不是不是，你这个不是。可以了 ，OK 了。现在我前刹后刹一起。好嘞。等一下下来就马上了，没有他要走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回来了，好玩吗？啊，好玩吗？就把不太好操控，学一下。没有，就是你到拐的时候感觉有点奶车走了，有点意思。啊？不。俩小时过去了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他来了呗。OK， 是不是挺容易撞？哎，他开的很稳，但没有起沙子，很容易降，就是撞，要很容易撞。嗯。行。哎，浩哥。你从那个坡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捏着手刹就行了，你啥也不用动。谁？哎呀，完了，谁上车去了？
捏了捏了，他怎么这么抖啊？对，那么就是你容易撞。对，完了。三二一，走！有没有剪毛笔？手别松啊！哇塞！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怎么那么难啊？喂，什么？这太难了吧？喂，等一下，这太难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不适合玩这个，真的。好，你就停了多少次吗？他在干嘛？怎么那么难啊？绿皮，你怎么那么快去？真快吗？太快了吧！我都已经不敢用了。这位选手是打算倒着走。你等一下刷新世界纪录是吗？咋转过去？其实倒着开倒是快。你不要这样，你让他调一下车吧，他只会往前，不会往后。我知道 ，OK， 哎，不是怎么转过？怎么转？哎哎哎！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，这还挺长的。扣加时长，二一走，人家都是三。哎妈呀妈呀，哥呀！啊！他又撞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出发能追上。不是我这是。是有驾照的，我是有驾照的，我是有驾照的。这样吧，现在30分，我赌他36，我35。我的信任只有35，哎，哎，好像有点久，36，35差不多，36，差不多，35。还没到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成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天都黑了，黑哥从前两排。你们救援队啊，从黑夜到白昼。可以救一下吗？可以救一下。我怎么到不了车了？啊！倒砸了，倒砸了。36我觉得都保守。老师去救他了。老师去救了，老师去救他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哇，好猛啊！他怎么那么快啊？这老师没把他们对比一下吗？他们怎么直接飞过去了？哎，啊，啊，哎哎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慢慢的啊，没没，捏刹车，捏刹车，嗯，对，捏着刹车下，不要给油啊，嗯，捏刹车。K 哥，哎，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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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需要我 K 哥，上去上去，哎哎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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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可以，35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咋停啊这个？我们来统计一下成绩，稍等。对，撞几次啊？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就是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然后有点害怕吧？怎么走走停停，停下来品一下人生是吗？看这个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哇，好好看的花呀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不是自拍了？你说，对，我自拍了一下。说实话，自拍了是吧？自拍了，然后我去那边。这比赛哥，山那头绕了一圈。开玩笑的，真是。我山那边绕了一圈回来的。好了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成绩。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惩罚啊，失败的一队就是我们的蜻蜓战水队，等一下在晚餐环节要给第一名的自由之神队服务10分钟。什么玩意儿？跟他们俩服务、啊？你们今天中午干嘛了？给你们俩服务、啊。所以这个黑哥用了你的那个券，那他们给咱们服务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的还原自由会就结束了。好、啊。放弃已久的团魂终于要拿出来了。对，这一趴就是我们团队游戏，然后大家要齐心协力。这边有一个人失败，有一个人失败一次，你们要商量一下，从这个桌上这一道菜。好。这一道菜给旁边这个工作人员，然后你们可以商量之后给他们。哎，所以我们是这一整轮就是答完答对就不用撤了。从哪开始？好，从我这开始。对呀、啊，一样啊。别我上来就输啊！完了，我不会动漫，可以不要丢动漫的球球。给八秒机会可以吗？3秒。3秒，我话都说不清楚。3、2、1。再见，再见。别我上来就输啊！啊啊！你干什么？我没看清是谁。我没看清是谁。我看清。啊，白鹿老师。哦，白鹿老师哥。是白鹿老师。刘先宁啊。不是。刘千宁啊，谁？刘千宁。哦哦哦！我来看看。我只能知道不是白鹿，但不知道是。哎哎，别给毛肚，干嘛呢？毛豆，毛豆，什么毛肚？那没办法了，哥。什么谁可以挑？挑什么？不能挑。给你们不是看你们要什么，我是我们有什么。给就行了，还在挑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在挑？还在挑挑？我觉得我们有信心赢呗。这样是不行的，来搬走，浩哥。你这样子是不行的，你真的过分了，自己拿菜，好友。哎，有的怎么上来？小心。刘维哥，啊，可以可以。这个不过，这三秒，这都还不过。吓死我了！正廷哥。啊？对，是啊。朱正廷老师。别了！哇！哎，浩哥，抱住你的锅。不要再不要再捧朋友，再拿锅子啊！哎，看好你的锅，还没到吃菜呢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哥，这样可不行，哥，哥，你偷感好重啊！这样不行，哥。没答过题呢，王希，王希老师。这题也很适合你，黄景瑜老师。
太快了，太快了，等下我就想名字的。哎，张总，张总。哇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一个现在他跑得好快呀，真没得吃了。跟、啊、你讲，你不要松开，我接不住啊！我怕我接不住啊！那你就别了。张艺兴老师，啊刘刘宇，不是刘宇，不是刘宇，刘宇，我们刘宇宁啊，刘宇是哪个？啊，记错名了。干嘛干嘛？拿手啊，我看一眼。毛豆，对不起老师。哎，我是这样，我到现在一道题都没有答过，根本到不了我这儿，还想一圈回去呢。你要不做第一个试一下呢？直接拿走吧，全拿走得了。来来，还可以，没关系，你又是语言。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、啊、我真不知道。父亲老师，他不是，他叫马啊，对吧，我都不认识。我脸盲的，看这别动、哎、这边来一下，这哪里是送的、啊、不是送到你脸上了，你说嘴巴张开了。哎，能不能让我答一题啊？你跟他换个位置不就好了、啊、你跟店长换个位置，他就你未必能答出来。你再干扰他。凤青一定送的王一博，对，你可以不用粘也行，你不用别粘上来了，你粘了更奇怪。我要答题了，吴京老师，吴京，有希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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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个都不认识？鲍文卓，鲍文卓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我要电击，我听你的嘛。我跟店长说赵文卓，然后他说文卓老师。来吧，继续，左边。左边，好吧，让从那边，从那边，从那边，我们就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，让店家开头吧，过了他，我觉得挺容易的。你神经啊！我开到第六个吧。对，你当第六个。来，那你坐过来，你坐过来，你坐过来就好了。你坐到那第六个少答一次。那就从你开头吧。对，我开头，你坐过来，你第六个。之前的第二轮不就这样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这边也过不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江一夕他也答不对？我就一直不是没有你。杨幂老师，杜华老师。你怎么能这样子？信息打头吧，换一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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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信息打头。好，那我知道。武汉老师。那个徐文汉老师，徐文没有，这没办法，三秒太难了。我不看电视剧，我就大概知道这个徐光汉老师。徐光汉，饭都摆在桌上了，乐视一口没有给送出去了。我们来换一个难度，你别计时了，我们都输这么惨了，我们没几道菜了，我导演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们不计时了，这样十五秒行吗？加一个年度OK， 十秒，够了，别搁这讨价还价了，都没了。红贝贝 ，Red Velvet 那个。哥呀，姐呀，我是不是冲着他们哥姐姐们呢？我走了，没事，不用危险，不用危险，没危险，没危险，感受不好，我这感受不好，我这感受我们母亲表演的不好，敢说吗？可以开始，没问题。哇，好了，棒啊！你的眼，你看，人家就释放。K 哥上状态 ，K 哥，状态，来过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哎，上这边，这边，快，对，主位，对，哎，这个，哦，快，这位工作人员有点不满意了，这边不满意了，这边，哦，好，继续对镜头吧，富哥来，这边有，富哥来，上。哦，哎，对，哦，就是这种活力的感觉。
这三下直接点到工作人员内心心坎里去，很棒啊！哎呦，哎，啥来着？上面没事，互动互动，对。可以，对，可以啊，姐，对，哎呀天，算你们，算你们比较慧眼，慧眼识珠。郭建华老师，你告一下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K 哥啊 ，K 哥，你不看了很多吗？你这个在你自己说的，你要是我记得是中文名啊。你实在不行，你给他起一个。啊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知道。海威尔。不是不是，赫敏，赫敏我知道，但是全名是什么？温格赫尔。起名说起了没错，我只记得他叫赫敏。你答吧。哦，送给你，送给店家呗。店家，店家，送我嘴里，送我嘴里。店家回答一次就好了。陈小姐。OK， 店家立功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就可以吃，就可以到。你早点这样玩行吗？你好，那个还有多少？哎，哥们儿，不是该提了。你干嘛要提醒他？明明知道，秒数都没到。不是我本来没想提醒，看电台也是有一瞬间安静。不是我太小。不是我知道，在公司的我都不知道。这样子，那我们现在开始，店长给我一个。哦。好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小心那灯跑。好好好，够了。你再不投的话，我们就罚完单了，他就罚五单哦。什么情况？接招！好了，全票通过，谢谢。威胁成功。我们先留，那我们先留着吧，然后等纯表演了直接直接上，留了一二三四五，五到了。难吗？我们可以双人回答吗？可以。哎，对你搞两人票。哦，对，你们俩，你们俩。那我跟梁诗雨答题，这题如果答对的话，我们才有四道菜，因为我们是双人。可以。绰号。Yeah yeah yeah。啊，阿宝。哇，在这等着呢！哇，对，我说实话，你翻之前我都已经猜到是他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不是，梁诗雨很厉害，因为那天去环球影城，他连那个功夫熊猫那个老虎都知道叫什么？老虎。肌肉，给我吧。哎呦喂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来吧，继续吧。OK， 看你俩站起来看吧。哦，朴成训，朴成训 ，N Happen， 朴成训 ，N Happen， 耶！那快去吧，我必须啊！给开火，开火，先开火，先开火！我的天哪！开火，开火！我吃上了！我的天哪！卖了个饭，真不容易！不是，是怎么可能打一圈？俊，你别忘了 K 哥哈。没事 ，K 哥就不用了。浩哥，那把 K 哥的服务给我。谁要服务你 ？K 哥，让你帮我快点吃的吧 ，K 哥。这有这有，还没烤好呢。有什么好东西吗？那边？来点肉呗。来点。你要蒜吗？你要蒜吗？我要蒜。
等一下，这么快结束，店长快来，店长快来，快来，真快来，快你没镜头了。哇，我不想要剩下镜头，可以吗，哥？跑死跑，我一天了，还得给人按十分钟。你想咋的？你先按，你先按，不要手不要停啊，手为什么会停？掏两句听一下。什么？快点快点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哎，耳背啊，哎，手臂啊，哇塞，哇塞。记不记住这天，我会记住的，我真的，以后真的，我脸挑上了，嗯啊，哇，好看啊！哎呦，你说这个烤肉还有人给我按摩，确实第一次。别多，待会儿我有交换券，你等着。就是我们这个券是两个人同时用，还是说可以各用各的用途？那我可以让就是将那个谁陈笑按摩吗？交换，交换服务。飞哥，对啊，然后飞哥，飞哥，然后剑甲那个票可以换大家的吃的，不是你要换，你要换信号帮手玩，跟我上，可以，好不要脸，飞哥，快来，那我就，然后帮助剑甲，然后让信号帮我们所有人都按五分钟，小陈过来，来小陈，不行，你先给我按，我还没停呢，他只是，不是，他说了换了，小陈。但是单独啊，这单对单、啊。小陈儿换了，对，不是换完他就没有了是吧？单对单了。来，小陈儿，我先按，来，啊、来，小陈儿，来，小陈儿，每个人五分钟。好了，店长。嗯，每个人五分钟。哎，你不要公报私密酒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还没五分钟？等一下，还没五分钟啊！这个针头。哎，干嘛？哎啊，哎。你可以按腿吗？来，来按腿。你这样子。专注吃饭。哎呀，哎呀，哎。想要什么档位？那种贵宾的。哦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是这样吗？没有。你听清了，说好大。他说他有点不受，就是哎呀。哎，你很过分，他一脸享受，因为他吃力啊，你又不吃力，你还能调档呢，他来做干其他事情，太挡了，你让他做其他事情，我专门吃饭，直到现在唯一这一个拿券的人就是我，知道吗？来，其实无论你做什么，我相信这个团中不会只有一次，所以跟你讲就要善良一点，没事，我就这么说，要不让西西去搭帐篷怎么样？不然我也行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或者思域呢？哎呦，想看。我比较想看。他有棍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下面有个棍儿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真的来了。等会儿的。我真的来了。哎，我有券儿，你别搞我。是这样，店长。你小心，我真让你俩去。你好，来个酒瓶，来个酒瓶，我真的。不是，小心，我真让你俩。浩哥，你说保护呢？来啊！等一下，我扫个酒瓶，等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。我扫个酒瓶，店长，你就不要怕，你那个票就灵活运用就好了。很东西，不要怕。灵活运用啊！哎，把我们帐篷帮搬到你们帐篷。哦，可以啊，搬到我们那个院里。哎、你的月脸真可以。哎，你们帐篷，你们那防潮盖可以打，可以吗？来，交换券无限行，就是把他们两个的那个地方不是在那儿吗？山上面吗？我们在山脚下面，就是换让他们来到我们那个院里。然后我们两个看着他们打，给我打我，不，我可以换嘛。自由之神所来我们两个的院里搭帐篷住，我们是给你们看门吗？你哎，你换个想法，他就不是这么说了。我宁愿去自由之地，我宁愿自由畅想，也不想跟哆啦 A 梦畅想，我不想提前过六一儿童。这是他们传达室是吗？